好，谢谢。你知道最高兴，目前最高兴的情形就是看见你们的牧师啊平安无事，哎，那么啊是非常，特别是前天还是昨天还是前天收到他们给我的视频啊，说你的牧万幸牧师你在讲话，那个是非常高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 SB 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同工啊，印度牧师。他也是中 COVID 哦，但是他就时间到了，他就走了。昨天才是他的出殡的日期，所以说到你的，早就看到你出院，那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哦。所以我们感谢上帝，时间没到，所以有很多东西你要做了哈。哈利路亚！所以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在这个疫情中跟上帝同行，因为神跟我们是风雨同舟的，不管我们面对什么样的事情呢，那么我们是要跟神一起同行，所以呢，这个是今天我们早上的这个主题，我们是从这个阿摩斯书那边拿出这个经文，阿摩斯书呢，基本上阿摩斯这个人呢，他不是一个皇室的人，他也不是一个先知或者是祭司的后代，他是一个普通平民百姓，他像你像我一样，但是他的工作呢，他是一个牧人，他是一个修理桑树的一个人，那么他呢却被神呼召，所以神呼召他，那么他就愿意把自己献上来去回应神的呼召，所以我们就先来做这个祷告。那么我们从阿摩斯来去学习，那么他怎么样跟神同行？那么跟神同行的主要的东西到底要做什么呢？我们来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来做奇妙的工作。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听了我们许多每一个人的祷告。使我们主能够再次体会到你是信实的神，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你的手牵引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所以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使我们充分的来认识你，并且父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也再一次求你开我们心里的眼睛。照明我们心里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知道你给我们的呼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我们中间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你在我们像我们这一群信你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能为你而活的生命。主，当我们愿意回应你的呼召的时候，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与你同行。使我们主能够与你，无论在风雨的当中，主啊，我们都知道你会与我们在一起，你会与我们同行。主啊，我们感谢你。所以今天早上再一次，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向我们来说话。虽然我们在各自不同的地方，主啊，但是你的圣灵却能够向我们的心里面来启示我们，来启发我们，来挑战我们，来向我们说话。所以，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祷告，阿门。阿门。所以呢，阿摩斯呢，这个人呢，那么他是一个普通百姓，像你和我一样，你和我都是普通人，我们不是皇室子弟，那么我们也不是先知呢，祭司的后代，那么但是因为神呼召我们，我们愿意回应他的呼召。所以呢，那么回应他的呼召，我们就成为了神的孩子。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接纳耶稣，那么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但是这个阿摩斯呢，他愿意接纳神给他的呼召，来去向以色列去发预言，来去说很多人不敢说的话，来去跟这个神，那么来去跟神来做一个回应。所以呢，我们就要从他来看，那么他的社会就有一点像我们今天的社会。那他的社会是当时北国是非常富裕，那么是一个富裕的这个贫富，那么差距是蛮大的，所以呢，那么他就被上帝呼召来去向他们说，为什么要向他们说话呢？因为他们当地的人，
来他们当时的时代的人不忠不义，来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那么有很多的事情都被很多人被他被有钱人欺负，来所以呢，那么他 神就差他去向他们说话。来当他们说话的时候呢，那么这一群以色列人，那他们跟这一个我们来有不一样的一个待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被上帝所拣选，来按照血统，他们是神所呼召的人，神所拣选的人，他们有摩西所看给他们的律法，有摩西看给他们的这个律法书呢，那么律例典章全部他们都有，该做什么他们全部都有。那当然今天我们说我们也有，因为我们有一本圣经，来那是绝对。但是如果你看当时代的话，那么当时代神看他们的时候，他们是跟其他的这个万族万国万族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神就非常的不满意不喜悦。那么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了这个摩西的律例典章，全部都叫他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全部都做好好了，给他们选择，但是他们选择呢没有跟神同行。那他们是想跟神同行，但是呢问题是关键是他们没有以神来同心同行。所以当我们看这个的时候，那么神责备他们，为什么呢？因为神对他们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然后神就问他们说，两人如果不能够同心，岂能够同行？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与人同行，不管你和我要跟谁同行，我说我要跟神同行，那么我就要跟神同行。如果我不能够跟神同行，我就岂能跟神同行？那同样的，如果我要跟牧师同行，我就要跟牧师同行。我如果要跟他同行的话，我就要认识他这一个人。我不能够说 我就跟他同行吧，那么他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有时候很难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不认识他这个人的时候，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够跟他同行。当然同行之前必须要同心。来他说如果没有同心岂能同行呢？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一个的时候，你会发觉到神对他们说，神从来没有忘记他们。来因为神给他们的这一个祝福实在是太多了，他说谁咒诅你我就咒诅谁，谁赐福你我就赐福谁，他说我永远没有忘记你。所以当你看这个的时候，他说妇人焉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惜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神说我却不忘记你。他说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掌上，来神把我们刻在他的掌心上，他说你的强援藏在我的面前。所以呢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对待，神对待他们是非常非常不一样。那同样的，神对待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他选了我们，而我们回应了他的呼召。当我们回应他的呼召了之后，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成为他的一个属天的一个百姓，是他要给我们这个祝福。所以呢同样的今天也一样，我们承受了亚伯拉罕的这个祝福。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了解到原来我信了耶稣，我承受了亚伯拉罕的祝福。因此今天如果人咒诅你，神就会咒诅他，今天人祝福你，神就会祝福他。如果你真的是坚定这样相信的话，你和我一起说阿们一声吧，来一二三，阿们。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就需要不断的来去认识这一个神，我们就需要不断的来去跟他同行。我要跟他同行，我就要跟他同行，如果不同行就不能够同行。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以色列没有跟神同行，因为他们没有跟神同行，所以呢神就追讨他们一切所行的。为什么？因为神说我只认识你。今天神也一样，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到神说我想你的时候，来我想你的时候，我就是想要祝福你。
就好像我们的牧师在医院的时候，你想他的时候，你想什么呢？你想的就是要他出院，就是要祷告说主啊，让他的这个氧气能够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而不是说再越来越小。所以呢，我们就这样的，大家一起的同心，那我们跟神也同心。所以我们想到他的时候，我们就是想要祝福他，我们没有想其他的，我们就想说他要离开这个医院，他要离开这个病床，他回到各自的家。所以当我们听到他回到各自的他的家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开心的，我们整个教会都说，哎，感谢上帝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也一样，对神也是这样，神对我们也是一样，他想到你的时候，他就想到我要怎么样祝福你，我要怎么样把我这个祝福要倾倒在你的身上。所以呢，我们北方之星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有一副的，来，我们叫做丰盛祝福。那丰盛祝福，我们每次想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神是丰盛赐福我们的神。神想你的时候，神没有想说我赐福你嘎张嘎张这样的赐福你，没有，神赐福你的时候都是要给你丰盛的祝福，你认同吗？认同讲一声阿们，来阿们。所以呢，接着呢，我们就必须要持续的要来去跟随他，因为如果我们不跟随他的话，我们不与他同行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的来 去接受上帝要给我们丰盛的祝福。所以呢，今天我们大家都是神所呼召的人，神在耶稣里面拣选了我们。那今天我们第一次来参加的这个朋友，那神也是呼召你，因为你来到这个地方不是巧合，你来到这个地方是因为上帝愿意呼召你。那么问题是，我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吗？我愿意说，上帝，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愿意跟随你，我愿意接纳你给我的宽恕，你给我的赦免，你给我的爱，然后你给我的祝福。所以呢，今天我们是被神呼召的，我们在神在耶稣里面拣选了我们，呼召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呼召我们成为一个圣洁国度的百姓，呼召我们来去传扬他的美德，然后去领受他在耶稣里面给我们丰盛的祝福。所以呢，你和我，当我们背了我们教会的这个宣言之后，我们一起要进入更加的来与神同行，跟他同心。然后既然要跟他同心同行的话，我们就需要更加的来认识他，因为神他保守你，他眷顾你，他是你的帮助，他是你的依靠。所以呢，如果你能够去认识这个神，你就能够跟他同行，你就有这个机会去选择我要不要跟他同行， 我要不要跟随他。所以呢，我们就来看这个，来，如果我们能够认识神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能够怎么样，我们对这个神才有能够完全的信任，才有能够完全的信靠。所以呢，弟兄姐妹，他这里诗篇说，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为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神是不会离开你的，弟兄姐妹，当你越认识他，你越能够信任他。在这个很难的环境里面，你会发觉到在很难的环境里头，当你能够信任一个人，你当你能够信任他的时候，你是完全的靠他。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在无助的时候，当我们在无助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有一个好像我们在大海里面，我们在那边沉浮着，我们要找什么呢？找一个可以浮着的木，使我能够抱着他，使我能够得救。那当时我一定要认识这一个人，我才能够完全的信靠他，我才能够相信他说的话是我可以跟随的。所以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与神同心同行，我们就必须要认识他，因为认识神的人才能够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当你认识神，那么你就会依靠神。当你不认识神，你在困难的当中，你只想你自己的方法，你用千百种的方法强势 去帮助自己，那么结果呢，我们想到的很多越弄越糟糕，越弄越糟糕，越弄越糟糕。只有我们能够完全的信靠这位神，那么神就能够给我们那丰盛的祝福。来，所以第二，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刚强的行事。
来，他这里说，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伪度认识神的子民。唯有认识神的子民呢，怎么样？必刚强行事。所以呢，你能够和我可以刚强的行事，怎么样才能够刚强行事呢？当我们看但以理他们的时候，你发觉到但以理，那么被关在这个被丢在狮子坑里面，来，他被丢在狮子坑里面，他坚持的做人说，哎，你被祷告，你向神求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惩罚你，把你丢在狮子坑里面，一个月不祷告。但是他每一天都回到他自己的密室，他没有在外面祷告给人家看，他回到他自己的密室来去祷告。但是他们就是偷窃，就是看，然后就把这个东西告诉王。哎，所以呢，他能够刚强行事，为什么？因为他认识他的神。那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也一样，那个王造了这个金像，然后就说了，然后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那么你们要敬拜这个金像。这三个朋友，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来米撒他安尼哥他们都拒绝。当王抓了他们，然后放到王的面前，王跟他们说，你们给你们一个机会，来，当我的音乐响起的时候，你们跪拜这个金像。他们对这个王说什么？他说，王啊，我们不会跪拜你的金像。为什么你们不跪拜我的金像？他们说，我的神会救我们。他说，既或不然，如果神真的没有救我们，我们也不会敬拜你的金像。所以你就真的，你和我真的能够去发现到，一个真正的认识神的人，他们就会刚强行事。他们不会说因为环境的困难，然后做一些神所不喜欢的事情，那违背上帝的事情，他们不会，他们会很刚强行事。他们就能够跟神同心，跟神同行。当他跟神同行的时候，你就发觉到神的赐福，神的祝福就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第三点呢，我们认识神，我们才能够蒙福。你看何西阿怎么说？何西阿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不止务，就是叫要一定要去认识耶和华，而且要怎么？而且要借力，要卸力追求认识他。这个认识神是很蒙福的。怎么样蒙福呢？他说，他一出现，晨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来，因为神如果真的，我们越认识他，我们越能够蒙福，因为我们知道他要我们做什么。当我们去做的时候，那么你就发觉到那个祝福就来了。所以雅各书那么才会说什么呢？说就在我们所行的事上，我们必然蒙福。那你发觉到耶稣讲的这些东西哦，教导很多人讲很难哦。为什么？因为人家打你右脸，人家打你右脸，你要给人家左脸。哎，人家抢你的礼衣，你连外衣也都要给他。人家叫你说你走一里路，来，你陪我走一里路，他说你陪他走两里路。所以耶稣的教导确实是给我们看到，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越认识他，我们越能够信任他说的话，我们就能够刚强行事。当我们在很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就能够怎么样？我们就能够坚持的来去走他要我们走的那一条路。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蒙福。他说他给我们春雨，他给我们这一个甘露，他让我们能够来去得着他的祝福。那么当然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农业的社会，当时的社会是农业的社会，需要春雨，需要秋雨。来，神说他临到我们像什么？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那么这些雨一来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肯定有一个丰盛的收割，一个丰盛，可以收一个丰盛的庄稼。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第四点，当我们越认识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越认识他，来，我们就这里有一点错误哦，
OK， 当我们认识神，我们才能够选择谨守遵行神的话语。Right？ 我不用改了，所以你把那个认神的话语那边把它放到后面去。OK， 到我打的时候，可能我摆错了位置。来，认识神才能够选择谨守遵行神的话语。来，当我们认识神，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所以耶稣认识你。他说我的羊也认识我，他请问你认识他吗？那你知道说、哎、你目前的状态，不管你在哪一个情况里面，不管你是在很艰难，或者你在你的事业因为疫情的缘故，在疫情中你能够跟他同行吗？可能人家给你一些的提议是他所不要的，但是当你认识他的时候，耶稣说我的羊也认识我，当你认识他的时候，你就会走他的路。所以当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未曾认识他，那谁呢？天父。来，他说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对他们这群人说，哎，你们不认识他，你们不认识这个神天父，那我却认识他，但我认识他呢，我也遵守他的道。所以耶稣认识天父，完全的信相信，所以他愿意降世为人，然后以致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可以去选择我要不要去谨守。当我越认识他，我就越会选择谨守遵行神的话语。所以呢，这个是非常真实的，因为当我们如果不认识他的话，我们会做不认识他的这一条路。所以何西亚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为这个地无城市，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但其假士不见前言，来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那为什么这样说呢？所以如果你反过来去说，当我们认识神，我们才能够活出神的属性，我们的性格，我们这个人的性格，那么才会改变。来，我们会改变。所以当我们看听了这个万新牧师他的见证的时候，你发现他从一个不一样的人，老天，然后变成一个很诚实良善，来，没有其假事，是说了就做，来，他一定是实践他说的话语。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这一些全部的东西那么都没有了。我也一样，当我不认识神的时候，我是练茅山的，来，我是挑党的哈，那我是跟着不同的路走的。当我认识神的时候，那么之后呢，那么你发现到我越认识他，我越小心的去谨守遵行神的话语。来，那当然我们面对很多试探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呢？我们也是去做一个选择，选择要不要遵行他的话语，选择要不要去跟着他的路来去走。所以呢，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去看这个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疫情里面，那我们很多人都面对一些的危机。当然不是全部的人都面对危机，有一些人在这个危机中，那么他们突破了。来，有一些人在这个危机里面，他们创新了，他们有新的事业，那跑得出来。当然我教会也有几个人是在这一个疫情里面那么得福的，但也有一些人在疫情里面是面对一些苦难的。但弟兄姐妹，我们放心，为什么？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他是与我们同行的神。所以呢，我们就要真的要去学习去跟神同行，去跟神同心。既然要同心同行的话，我们就要去认识他。当我们越认识他，我们就越有更大的机会去做一个选择，我要不要走这一条路。当我愿意要走这一条路的时候，你就发觉到这一条路虽然是艰难，但是我走下去，我的祝福就在前头。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是说得出他做得到。那怎么样认识神呢？你们去想，我怎么样去认识神？
我一个礼拜来到教会参加一次聚会，那么我就可以认识神了吗？可以一点。来，我们自己要下一些的功夫，怎么样下功夫呢？那么读圣经，那么是最棒的。来，圣经是一本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一封信，神给我们一封的情书，是你和我要去看的。来，如果你要知道这个人认识不认识神呢，那你就要去问一问他。来，今天呢、你信耶稣多久了？有的人说我信耶稣十年了。信耶稣十年了，你有没有读完你的圣经？有的人说不好意思讲，对不对？很多人都是读完新月读完了。来，但是新月读完了，有很多东西看起来好像很难，对不对？很难做这个，人家打你优点，昨天给他，哇，要赦免他，哇，好像不容易。所以饶恕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耶稣说，如果你能够原谅，你能够饶恕别人的罪，天上的父也必饶恕你的罪。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的罪，天上的父也不饶恕我的罪。所以我们就要认真。当我认识他的时候，我知道他说得出，他也做得到。他不会说因为我信他，所以我不要饶恕别人，神也不会，也神也 OK 的。我告诉你，神不 OK， OK， 神不 OK。神是要你跟着他。所以呢，弟兄姐妹，当我们要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要读圣经。读圣经有很多方法。有人说，哇，圣经读来读去读不明白，就因为我们没有读，所以我们不明白。当我们说我们读都不明白，怎么去读呢？就因为我们没有读，所以我们不明白。当我们读了一次，读了一篇，那么还不明白，不要紧，再读第二篇。读了第二篇，再不明白，再读第三篇。这样我们读了之后，我们就会被开启，我们就知道原来为什么他们进去那个地方。我 讲几个问题给你，你可能会很惊讶的，哇，这个问题是我曾经想过。来，你想看旧约的时候，他们进去那一座城，他们是屠城的。你知道什么叫屠城吗？他们是屠城的。你想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上帝屠城呢？来，神是这么样的吗？我告诉你是真的。但是当你读了这个旧约，你读了一篇不明白，读了两篇不明白，读了第三篇不明白，你会越来越明白为什么要屠城。你会站在一个公义的立场，你知道说这个屠城是没有办法的，是必须要做的。连以色列这个国家都被神灭了。你想，以色列神所拣选的，给了他们这块地，那神还要把他们灭了，还要把这么美的圣殿。你知道圣殿值多少钱吗？来，他的选择造出来的，所罗门造这个圣殿，你知道里面有多少钱吗？你说哪里有钱呢？里面的黄金有多少的黄金吗？为什么一定要神不保守他自己的这个圣殿，而把整个圣殿灭了？今天以色列没有这个圣殿，他们想重建圣殿，重建圣殿要很多黄金，大概要1000吨的黄金吧。那你去算算大概是多少钱吧？只有这一些半了解，就想多少钱。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当我们越读圣经的时候，你会越来越明白。当你没有读圣经的时候，你越没有读越不明白。那你说圣经很难读，有的人信了耶稣十年，你问他有读完一篇吗？很多人跟我说他读完了新约。旧约呢？旧约读不明白。来，当然我知道我们读不明白，因为我们不是祭司的系统。来，我们不知道祭司是什么，但是我稍微知道，因为我练茅山的。我茅山要杀鸡，一定要用鸡血啦什么来去做这一些的东西。那我就看，我稍微一点点知道。当我越研究中华文化的时候，我就发现到我们中华文化是跟他们是蛮相似的。不相信你就去天坛，来，有机会我们在旅游的时候去天坛，中国的天坛，请一个导游来，然后花一点钱听他讲的东西，你就发现到原来天坛的做法跟圣经的这个献祭的做法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来，圣经你说很难读吗？那不难。如果你一天大概用15分钟
我读很快，我不用十五分钟，我大概是十二分钟、十分钟我就读完了，我要读的当天的。来，就是每一天你读三章，三章而已，一二三，来，那大概就花十五分钟左右。那么你一年你就读完了一次，我教会推动这个，然后我们就中间就有四个月读完的。如果你要四个月读完圣经，那么大概就是用一个小时里面，早上读五章，晚上读五章，或者像吃药这样，我们生病吃药对不对？早上三章，下午三章，傍晚四章，吃药。OK， 每次吃药我就当读圣经，读三章，大概十到十五分钟，三章读完了，然后下午吃药再读三章，晚上吃药再读四章，然后就结束了。你四个月你就读完了圣经。我阿罗斯塔的会友，他们跟我说，牧师，我们要三个月读完，三个月读完大概要花一个小时十五分钟左右，大概一个小时十五分钟。为什么一天要读大概是十到十五章，十到十五章？所以他们玩了一次两次，他们现在已经进入第三轮，就是我读完了圣经，然后讲了一句，牧师，我们还是不明白。我说当然，来，我们再读吧。哎，他们说牧师，我们在读。我说三个月会不会太快哈？你们会不会很辛苦？来，我们换四个月吧，读十章就好了。他们说牧师，我们既然读了第一轮十五章了，我们不要停下来，我们维持十五章。那今天是他们的第三轮，第三轮的十五章，来吧，大概再过两个星期，他们就读完第三轮了。来，第一轮的时候，他们自己来挑战我 ，OK， 不是我去挑战他们，是他们来挑战我。来，我说好了，我就陪他们走第一轮。我就跟他们说，如果你们读完这三个月，准时不可以超过一个礼拜迟到 ，OK， 就是比如三个月我读完了这个，你三个月读完，最多给你一个礼拜，那么我就请你们吃一个大餐。来，吃大餐是吃 buffet 哦，他们跟我选了日本餐，知道吗？来，日本餐 buffet 百多块，我要出钱给他们，不是用教会钱，是我自己本身出钱。然后第二轮，他要我们说，哎，怎么样读完了第一轮明白吗？他说不明白，那我们再读第二轮吧。来，第二轮我们谁迟到谁请客，然后谁迟到谁请客，我不再请客了，谁迟到谁请客，所以我们就大家一起读，读了第二轮，那么。我们大家都没吃到，来，这次读第三轮，那第三轮我们还是维持老样子，谁没有读完过了那个时间，那么谁请客。来，我们结束的时间是九月十六号，来，所以呢，九月十六号，我们说你最多到九月二十号到二十一、二十二，如果再读不完就请客了。哎，但是呢，我看他们每一天，我每一天都有汇报，我读完了，来。大家都差不多读完了，来，会提早两三天读完。哎，所以呢，弟兄姐妹，当我们要认识神的话，我们真的要花时间，要付代价。没有一个东西是说，哎，我认识神，我不用花代价，我就可以认识神了。没有。如果你说，哎，我没有时间，那么我就鼓励你真的去读圣经，去认识神。一天读三章，花你大概十到十五分钟。我读很快，我大概是十分钟就。结束了，但有的很短，有的很长 ，OK。然后我就去做了，然后一个月、一年你就读完了，来，我教会也有四批的人来，因为他们的小组可能有两批的人，一批是四个月，一批是一年，来，所以啊，这一年的人到今天已经是八月中了，他们还剩下四个月，那么就结束了。哎，这些人我没有请他们吃东西哈，我说你们太容易了哈，但三章太容易了，真的弟兄姐妹，我鼓励你花一点时间去认识神。那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越认识神的时候呢，那么你就会越不犯罪。哎，你说，哎，牧师会咩？我会不犯罪吗？弟兄姐妹，来看一看，来，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六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来，五章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
从神圣的必保守自己，那二者也无法害他。所以呢，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到，圣经是这样说。我以前的时候，我刚刚信耶稣，我读到这个地方，我告诉我自己，我会不犯罪的吗？可能吧。神啊，你的要求实在是太难了。但是我告诉你，年纪越大，那么我们读的圣经越多，你就可以去选择，我能够相信这个神吗？来，我们 每一个人都会面对说，哎，人家会出卖我们，人家会整我们，人家会背后讲批评的话，不管他们做什么，那我们会受伤害。但是在受伤害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放手？那我们选择放手的话，我们选择跟着上帝的路走，因为我们认识他。所以当我们能够放手的话，我们就能够得到上帝给我们丰盛的祝福。你认识神，你就越能够愿意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因为我们都知道神是公义的，是公平的，神是正直的，神是良善，他是慈爱。但是很多人都认为神是良善慈爱，来，我犯罪他 OK 的 OK 的，只要我这样就可以了。我告诉你，他神不 OK。 来，神是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机会来去跟他同行，来去做他要我们做的，能够去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一个旨意。所以今天听了你们的这一个宣告，我发觉好棒。来，我神会给我们对的人，让我们能够一起同行，然后来去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他要我们做的工作。所以你就必在，你越认识他，你就必在你所行的事上，你就一定得着他给你丰盛的祝福。我们一起说阿们。我们来祷告。阿们。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愿意向我们敞开你自己，使我们得以认识你，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圣灵，让我们能更加能够被你牵引和引导。感谢你在疫情的当中，主啊，我们所面对的这一个的苦难，使我们主能够依然坚定的来信靠你，你使我们能够因为信靠你而得着你给我们的赐福和眷顾。我们感谢，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来跟你分享这个诗歌。